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。妈，喝咖啡。咖啡。看电影还是音乐？看电影。吃同学还是同学？吃饭还是咖啡？吃饭。冲。冲。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。这个我都想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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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拥有什么超能力？我想会飞。Michael Jackson 的竞选题。怕蟑螂，怕没事无聊，怕没有了。演员反串最想演戏中的哪一个明星角色？小九。如果你反串最想演戏哪一个明星？陈天佑，因为演叛逆，我最在行。五分。最强说到做到。最厉害的地方是哪里？霸道。最近看了一本书。全世界最好喝的汤。哎呦，一定要带你手机、相机、自拍神器。最终印象最深的。如果是上，我忘记。在喂冬菇吃东西的时候，因为它老不听话。恭喜达到十分最快需要10分钟。10分钟。Mira。发呆。菜市场。苦尽甘来。小蛙柠檬咖啡。如果还是说做梦梦到你，那我们就梦里见吧。就是感觉风大一点吹过来，他就会倒。要是把这个想做的事，疯狂谈恋爱，没台词吧？我看书，有笑脸。你太不容易了。